我非读书人，四书五经论不过你，我们来对对子。请。处处红华红处处，重重绿树绿重重。问观音为何倒坐，恨众生不肯回头。果然才高八斗，佩服佩服。岂能胸无点墨，承让。既然如此，我可要出绝招了。请。第十六回。这儿呢。此间无人，可以出来了。小妹，不，贵妃娘娘。嘘，我不喜欢这个称谓，叫我小妹就好。宣珠一别，已过数载，十年零八个月。你倒有心，上次一别仿如昨日，没想到竟已过了这么久。许久不见，但你的容颜却一直未曾改变。我也常听说你在江湖中做的事，他们都说你是盗贼，但我却知道你做的都是除暴安良、劫富济贫之事。都只是为了糊口，赚些钱财罢了。这十多年，你就不曾惦记我吗？我曾多次来到此处，偷偷看你。那为何不现身？见一面便足矣，何必节外生枝，打扰你的清静呢？大师兄，快走！我最多只能拖住他一炷香时间。小妹，此次前来，是有要事想问。你真的病了？我暗中看过很多名医，都无从知晓。不过，倒是有一点可以明确，怕是活不了三个月了。怎会如此？世事无常，这便是命吧。可你为何要告诉安禄山？你竟如此信任他？因为他知道了，你便知道了，而你若知道了，自然就会来找我。你只要知会一声，我定会前来，何需要通过他？你隐匿人间如此之久，我又如何能寻得到你？上次真是多亏了你们及时将玄铁石归位，可惜我二师弟却因此而死。你不必担心，我听说麒麟角不仅可以治病，还能令人起死回生，倘若找到他，你就能救你师弟了。果真如此？我也只是听闻，不过若真如传说所言，那何不一试呢？太好了。还有，其实你师父没死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师父不知所踪，都是十年前那个大法师所害，如今知晓他去处的也就只有他了。他。还有一点，你必须答应我。你说。找到秦灵角之后，定要亲手交给安禄山，切记。我知道你会疑惑，李天，我问你一句，你信不信我？我信你。你若信我，便照我说的去做，等时机成熟，我自会告诉你缘由。好。我的上联是：善报恶报，循环果报，早报晚报，何如不报？
有了，有了。名场立场，无非戏场，上场下场，都是当场。哎，像我钟馗，多年都与那些个妖魔鬼怪打交道，胸无点墨，而今日得此知音，倍感荣幸啊！两位兄台，尊姓大名？在下姓徐，名二郎。徐兄，我们再来。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哎，等等，徐兄，此事颇要细想。方才，哎，鬼王大人，不如我们换种方式。哦，对对子。好，处处红花红处处，处处绿树绿丛丛。哎呀，这刚才不是对了吗？鬼王大人果然好记性，佩服佩服。哎，承让，承让了。师弟。戏耍于我，再让我抓到，定着你们碎尸万段！哦，好险好险，方才差点就被识破了，辛苦您了，小师弟。看来回去真要好好温习功课了。啊！连鬼王大人尚有如此文采，真是令人惭愧。若不因为是死对头，定能成为知己好友，以文会友，倒也自在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如何？回去再慢慢跟你细说，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。麒麟角或许可以救二师弟，真的。大师兄，麒麟角真的能救二师兄？果真如传言所说，一定可以的。那太好了，咱们赶紧去找吧。别急啊，小师妹。二师弟的肉身已经被我安置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不会有事的。寻找麒麟角，我和小师弟去就可以。不行，我也要去。小师妹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何事啊？协助少卿大人查出十年前的真相。大人，何事？之前忙于闹妖之事，一直不得闲。今日有空，想和大人说说家父的事。好啊，可曾查出是何人所为？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安抚那个大法师，大人想必是见过。果然是他。是。可是家父与那大法师从未有过交往，更谈不上什么过节。那大法师行凶似乎并非那么简单。你的意思是背后有人指使？虽说那安禄山把自己推脱得一干二净，但绝对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少秋，没有任何证据就在此胡乱指证，倘若旁边有人听着，你知道不知道会给大理寺招惹多少祸端？可如今这朝堂之上能与安禄山抗衡的，唯有宰相大人。我去找宰相大人。你回来。大人，还有何事？少秋，为了父亲报仇，心情我理解。可你现在知道，如今杨大人跟安大人斗的是不可开交。我大理寺不愿意趟这趟浑水。杀父之仇，即便是浑水，我也要查下去。你站住！倘若你要是执迷不悟，除非你辞去大理寺少卿的官职。
多谢大人这些年的照顾，少秋感激不尽，他日定当相报。告辞。大人，您的官帽和披风呢？没想到辞了官如此的轻松自在。辞官？这究竟发生了何事啊？我父亲的死肯定与那安禄山脱不了干系，为了方便继续查案，又连累不了大理寺，只有辞去大理寺少卿一职。大人，您这是被那李天给蛊惑了。不是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七金，以后你不用跟着我了，踏踏实实在大理寺工作。你这是为何？大人不在，我留下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是和你一起探案来得痛快，何况我早就受过那胡老头胡大人的气了。哎，大人，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行动？走。二位大人，稍等片刻，容小的去通报一声。大人，我们为何要来宰相府啊？杨大人和安禄山向来是死敌，如今我得罪了安禄山，又离开了大理寺，唯有来找宰相大人寻求庇护了。如果宰相大人收留了您，那岂不是等于公开得罪安禄山？宰相大人想要除掉安禄山，恐怕全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了吧。若是我答应他帮他除掉安禄山，他肯定会答应。更何况我还救过他一命呢，堂堂一个宰相总不会忘恩负义吧。大人。薛大人，宰相大人有请。西金，你在这儿等我。是。草民薛少秋拜见宰相大人。草民薛少秋，你不是大理寺少卿吗？回宰相大人，草民已经辞去了大理寺少卿一职，如今只是一介白衣。哦，前日幸得薛大人相救，还未当面感谢，既然来了，不妨坐下与本官喝上一杯。多谢大人抬爱，今日薛某来到此处，只想跟大人说几句，提几话。哦，说说看。想必大人也知道，我在查干尸案时得罪了安禄山，如今又离开了大理寺，无依无靠，还望大人念及前情，以后多多照顾。这个好说，若不嫌弃，不妨先陪本官喝上一杯。多谢宰相大人。好。
才回来？那李天四人诡计多端，偷走玄铁石想困住我，险些被他们得逞。本想夺回玄铁石，让长安再添些乱，没想到前几日他们以贵妃娘娘的名义骗我出府，想要谋害于我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属下失职，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，也请大人宽心，我已将李天的一个师兄弟杀死，想必他们一定知道麒麟角有令人起死回生的作用，接下来便会乖乖地去寻找麒麟角了。哼，那就好，我向来不问过程，只看结果。是。大人，还有何事？最近可曾注意到宰相杨大人的举动？杨大人处处与大人作对，依属下看，此次李天谋刺大人，怕是他也脱不了干系。杨大人公开地说大人意图谋反，若是任由他放肆下去，必然会让皇帝对大人失去信心，心有戒心，不如早些做准备，以免措手不及。他虽贵为宰相，可是跟我斗还嫩了些。倒是那薛少秋，离开大理寺以后，竟然直接跟他走到了一起，怕是留不得了。大人，不如趁长安大乱未稳，我们去吧。好了，此番你也累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管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师弟去世以后，我倒是第一次看见你如此的激动啊，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麒麟角可是神物啊，它看来不光能使人长生不老，据说还能使人起死回生呢。莫非你是要使麒麟角去救活你的师弟吧？还是什么都瞒不过老伯您呐。不过小子，我得奉劝你一句，不管是否能起死回生，这可是触犯天条的大事，弄不好那是要遭天谴的。先救我二师弟，管他什么天谴不天谴的。如此说来，你真的是要去找麒麟角了？
以往寻找麒麟角也只是为了图个乐子，即便被那安禄山所破，也只是为了解除蛊毒。但如今为了二师弟，还有小师弟、小师妹，还有小妹，我必须要找到麒麟角。如今这麒麟角只是一个传说，从未有人得到过。哎，那你又如何去寻找呢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我师父。你师父他还活着？我也不知，但这是唯一的希望了。难道你要一个人行动吗？此事皆因我而起，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。老伯，若是我不能回来，这些东西就全都归您了。我已经和老马说过，他自有安排。东西虽然不值钱，但总有些用的。告辞。这小子，大师兄，我料到你会一个人行动，我就先来这里等了。我不想连累你们。找不到麒麟角，也许大家都会死，岂能让大师兄你一人承担？再说，找到麒麟角，也许还能救二师兄的命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小师弟，走。你脚怎么了？坐麻了。哟，看大法师如此勤快，莫非是又用了何人的尸体做肥料吧？人的肉身最富含花草所需要的养分，所以我们府的花才开得最艳丽。恐怕埋的只是干尸吧？即便人的身体有肥料，也都被你吸收了，又能剩多少供给这满园的花草呢？真没想到你们还敢来找本座，不怕也成为这些花花草草的肥料吗？我这次来是和你谈条件的。如今本座是你的仇人，你不杀本座报仇，反而跟本座谈条件。我可以为你寻找麒麟角，但是我有两个条件。在此期间不可再派人跟踪我们，还有不可再伤害我的师弟师妹半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还有一事，你可知我师父在何处？李淳风，本座要是知道他在何处，还需要找你们吗？不过有一点，本座倒是可以确定，他没有死，只是不在这一方世界里，所以本座也未曾找到。师伯真的没死？不在这一方世界，本座当年也是小瞧他了。他活了那么久，又精通天文运算、阴阳之学，哪儿那么容易死？说不定早已渡劫成仙，也未可知。竟如此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小师弟，走。站住！李天，你记住，两个月之内，你若是没有找到麒麟角，本座定会将你的师弟师妹一个个的烧死，最后烧死你。
如今唯有背水一战，两个月之内必须找到麒麟角。大师兄，咱们真的要去找天师叔吗？二师兄他刚……能知道师父下落的人也只有天师叔了。确实如此。出来吧。李天，你们聊。我知道此刻你必定还在恨我，是我害得你二师弟被杀。虽然道歉无用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不必再说了，我们两个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我已经和大法师谈了条件，两个月之内帮他找到麒麟角，也不准再派人跟踪我，就是不想再和你纠缠。你走吧。我以后绝对不会跟踪你了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救大法师其实是为了……你为了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听。你真的要如此无情吗？无情？我二师弟因为你而死，难道我还要对你笑脸相迎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李天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看看这镯子，你曾经告诉过我，我拿着这镯子来找你，你一定会娶我过门的。娶你？我绝对没有骗你，你当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就凭这个破镯子，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腻了。收起你那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过去，我也没有伤害过你。泪中墨坠一番花，眼中风雪落西沙，若年轻笑寄天下何妨，一念间情深难回望，回首凄凉花凄凉，回眸冷月与空窗，执手看泪眼相逢已彷徨，一瞬间托情离别伤，问佳人千古流风去谁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雨送黄昏，有谁等我？千里烟波两茫茫，问月光君不见满纸红霜，怎能为一杯愁绪断肠？当举杯。大师兄，你也莫要生气了，若是没有花姑娘，为了玄铁石咱们也会放大法师出来。说起来，二师兄的死其实怪不得花姑娘，我只是不想和他有太多的牵扯罢了。莫不是你真的对他？我此刻心里想的只是想救二师弟和小妹。小妹？贵妃娘娘？对了，大师兄，说起来你还从未提及和贵妃娘娘的往事，如今无人打扰，不妨说给我听听。往事如过往云烟，还是不说了。既然如过往云烟，又有何顾虑呢？说多了也只是徒增伤感。你只需知道，她是我曾经最爱的女人。可是我年少不懂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我而去，最后进了皇宫。不提也罢。难怪大师兄对他念念不忘。不过既然如今他已是贵妃娘娘了，成为了别人的女人了，你又何必如此拼命呢？他若安好，我自会怀念我的。可是如果他有事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
我何时才能遇到让我一生难忘的女人呢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如今二师兄不在了，没有神仙梯，连出个远门都费劲。二师弟活着的时候，只知道他胆小怕事拖后腿。如今不在了，果然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李天这个臭小子，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竟然下得了手。姑娘你放心，下次他再来，奶奶绝不给他做红烧肉吃啊。哭吧哭吧哭吧啊，哭出来心里就好受了。以后啊，别把话憋在心里，当面把他说出来啊。他已经视我为敌人了，即便我再努力去解释，他也不会再听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他要是不听你说，你就让别人说给他听啊。我那孙子每天在街里摆摊算卦，那也算是见多识广，你若是实在没辙，你就找他试试啊。让女人流泪的男人都不是好男人。虞姬啊，虞姬，像你这个男人他靠不住。你说什么？项羽？对呀，项羽你都不知道啊。项羽啊，他是秦始皇他爹。秦始皇？你饿了？好，我给你做饭去，做饭去啊。哎呀哎呀，做饭去喽，做红烧肉去喽。红霜自能忘离，白首许断肠。
具被我潦草离开。